迎新送旧，回家围炉的感觉真好。法亲家人大家团聚坐在一起围炉聊瓷器，桌面上摆放着蔬菜、净丝糕点、素食面、橘子和火锅汤底，大家都感受着那种新年的气氛。好，我们净丝团队把这个净丝火锅料理研发的这个 recipe 是希望可以每一个人都带回家跟家人团聚，有更多的时间跟家人互动，可以在吃的过程中互动和在准备的过程中互动，这样大家跟家人的关系就会更和谐，也更加乐融融。净丝堂场外有商人小木屋的样板展览，一日不做一日不食，早期师傅们的手工导览区，再引领进入净丝人文展，分享今年四种不同口味的净丝养生火锅汤底，现场让志工试喝。是因为其实我们新年都会有摆火锅啦，那如果我们出去外面吃的一个人都20块啊，然后这边如果我们做那个汤底一份才5块钱，就你可以做20人份才100块吧，如果你做40人份就才200块，其实是很 affordable 啊。现场喜气洋洋，人人围炉品尝这桌面上的净丝美食，喜气的菜色色香味俱全，个个吃了都赞不绝口，非常好吃。怎么说呢？要感恩这个所有的香积菩萨，因为他们非常非常的用心的去制造色香味俱全的这个围炉，真的太感恩了。有什么？大家都夹菜夹来夹去啊，分享说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啊。然后里面呢，好像刚才我们吃了那个煎饼，那煎饼里面锅贴其实蛮香的。这一次的围炉餐宴共有121桌，1275人出席，热闹的场面，人人感受到一家人新年聚餐喜气洋洋的气氛，感恩过去，展望未来。大爱新闻冯律师、蓝景飞，马来西亚槟城采访报道。